寂寞，想要开心，点亮我的心情，打开电脑和随身听，享受两小时的活力，小花瓶和小布都在这里陪你，你的地址随时待命，加入我们等你一起，青春爱消遣，听见属于青春的声音。同学，我们现在这节班会课要讨论的这周的中心德目孝顺，各位同学有什么意见吗？选我，选我！我觉得孝顺就是父母孝我的顺啊，他们都帮我写功课、长知识哟。老师，我认为肖同学的意见非常不可取。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肖同学，你这样的行为就是让我们全班蒙羞哎！羞羞脸，你自己也不是要爸妈送便当吗？还敢说？老师，你说说看呐、啊！大家安静。老师，看到这般的情景，是太痛心了。一定是老师没有教好你们，才会有你们这么令人心寒的学生啊！老师，我代表全班同学向你道歉。我相信其他同学知道自己错了。我哪有错啊？我只是在青春抬杠啊。青春抬杠，我是小画饼，我是小布。今天呢，这个单元刚刚已经长思枯竭，不太知道聊什么当做主题啦。但是呢，我们勉强挤出了一个题目哦。这个题目就是，相信大家如果是像小画饼闲闲在暑假没有事做的话呢，就会很容易就是一直黏在电脑前面嘛。是的，电脑前面能开的网站就是那几个，除了一些 Facebook 啊，或是一些。我们刚才讲到 sex 的相关交友网站等等之类的，当然你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网购。网购没有错，网购其实是我们第二集聊的主题吧。哦，我们有聊过了，难怪我想怎么那么熟悉。对，没有错，之前是聊过，可是呢上次好像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个特殊的平台上面。对，那这个平台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应该说它的价钱吧。对，简单来说就是价钱啦，贪小便宜的心态。不然还要想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人，你知道说辞，你知道吗？我们节目就是不走这种打圆场，我们就直接是讲出来，不假修饰。那就算了，就直接讲吧。就是贪小便宜的心态了。对，没错。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今天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样子的平台呢？什么样子平台有很多小便宜可以贪呢？请问我们的大来宾到底是哪个平台呢？就是淘宝。大来宾还没有介绍自己耶。他是谁呢？他是严枫丹。嗨，枫丹呢，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网购，尤其在淘宝上面，对，运用淘宝到底淘到了什么样子的好货呢？是有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的。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王小姐，是不是也有去淘宝淘一淘的经验呢？好，那我们就先请枫丹来分享一下好了。有买过什么？衣服、裤子、钱包，背包。哎，你买过背包哦？买过背包哦，不会跟这照片跟实体不会差很多？哎，我那还不错哎，真的哦。它是后背的吗？没有，它是侧背，侧背的哦，就是这样侧背，然后它有金属链，它的背带是金属链的。哇！但那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些问题，金属链有两个部分的问题。说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问题是结构上问题，结构上问题呢，就是它跟包体。有一些分离吗？皮体的部分呢，它是链条会用螺丝跟那个一个金属块结合之后，再用螺丝穿过那个包体来做一个结合。用螺丝吗？那个螺丝呢非常的小，然后螺丝有一天就掉了。螺丝掉了怎么办？螺丝掉了就是立刻的发现它，把它捡起来，然后再拴回去，拴回去哦。就是刚好那时候在大陆，在一个卖场里面，那个卖场有卖螺丝起子，是深圳的某卖场，也不需要买吧，就直接拿起来用一用就好了。就是旁边刚好是手机哦摊子，
直接跟他卖手机壳什么的，我就说请问有没有这么小这么小的，他说、哦、有的，然后我就跟他借了，马上就借了，马上就借了，马上修复。 哦， 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材质的问题。材质就是它是金属环，对不对？对，那个金属应该是镀上去的，那它就是慢慢脱落之后里面就会出现一些黑色的部分。当你穿优雅的白色衬衫的时候呢，它就会褪色，它就会褪色，然后把那个色素褪到衬衫上面。天哪、就是一个背包的小经验。那你就之后还会再背吗？之后好像就是还是穿深色衣服然后再背哦、oh， 还是有对策的啦。对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失败，没有错。这就是一些小技巧啦，相信各位听到这边应该都有心有戚戚焉这样子。对啦，毕竟贪小便宜就知道还是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这个包包为什么它是一个 nice bargain 呢？而且它很便宜吗？很便宜吗？就是它跟照片真的是无出一辙啊！真的、哦，所以照片没有骗人。色差啊、哦，那还不错啦，那应该还不错。对，就是比较中看不中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可能有些线脱了，你就自己把它缝回去。就是，所以它现在还在吗？哦，我好像把它送掉了，还可以送人，就是会不会明星二手包吗？封单使用，封单使用过哟。就是看大家有喜欢嘛，有喜欢就可以送掉。天哪，竟然送得掉，真假的？我没有用太久、啊、哦，没用太久，可是也是蛮厉害啦，这种东西还可以送掉，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所以那除了买这个背包以外，还有买过什么其他的吗？比较特殊一点的东西有吗？特殊的，嗯，好像都是买一些平凡女性会平凡女性的东西吗？那我其实买过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不是帮我自己买的啦，我买过平常餐厅里面不是会出那个出菜单吗？它有专门印出菜单的一种机器。叫做就是它的大陆说法叫做小票打印机。小票，对，小票意思是说那个很小一张，那用感应纸印出来那个小票，就是他们就称之为是小票、就是出菜单啦。那个台湾买不到吗？对，你听我讲完。便宜便宜，你听我讲完。对，然后就是那个小票打印机呢，我本来就是为了我们家买的就对了，然后本来想说那就随便买一买啊，我就在台湾的网络上找了很多家，雅虎啊 PC Home 露天全部找遍了，每一台都很贵、一台小小的那个出菜单，一台小小的大概就四五千块，而且我想说他们还不是，我爸妈还不是很乐意用这个东西哦，好像还一副我是我自己鸡婆乐，就是一手推动、哦、是你提的、哦、就一手推动医化这个这个程序你知道吗？你自己承担后果啊，带动时代的那个进步巨轮推动有没有？对，我一手这么有热情这么有抱负的想要推动我们餐厅的医化，但是呢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医化的话其实你应该用 iPad， 你就不用硬纸出来了，还是要给客人看呢、啊。我总不能传到他的手机上吧？你餐厅总要有账单吧？最后确认餐点，最后的账单呢、啊？账单总不能直接叫他从手机上支付吧？没那么厉害，虽然我在支付宝，支付宝现在推动第三方支付，但是是未来啦，现在还没那么先进。反正就是要印账单的嘛。我爸妈就兴致缺缺、啊，然后就我一个人一头热，所以说这个四五千块呢有点花不下手。就如果跟我爸妈报账说四五千，他们大概就不会买了。就觉得很麻烦，然后就想说那去淘宝看一看好了，所以就上网查了一下，然后也找到了一台，真的便宜很多哎，那2000块，2000出头就有一台，然后可以再买那个什么感应纸，搭配什么套餐的，还不错这样子，所以我就买了啊，所以最后就有用到啊。它淘宝还真的是蛮厉害，就什么东西都有，所以我买的比较怪的东西就是这个打印机的部分，小票打印机，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一下。家里有经营餐饮业或者是没有经营餐饮业的话也可以用啊。对，也可以用啊，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自己打一些自己打印一些奇怪的东西啊。打印什么？人生目标啊。顶级双酱牛肉，对啊，自己印啊。然后就干嘛，就可以分享给各位亲朋好友，是不是？对啊。你看我那个是去网品消费。对啊。或是印个那个什么今年的那个许愿单啊 wish list， 对，今年的分散给亲朋好友，就是我今年想要什么夹在那个新年贺卡里面，夹在一起送，一起送出去，是不是夹错垃圾就丢掉？还蛮多小用处的啦。你有一起参加团购吗？就是团购的淘宝，你有没有参加过？团购淘宝没有，真的、哦。你是像 PTT 上面对对对 ，PTT 上面约那种啊，你都没参加过。其实我一直很想
加一团的，但是都没有机会，但是没有看到，都没有跟过一团。我就跟不到，我就加一啊，他一直不跟。你一直下去加一，然后最后没开成吗？对啊，都无主啊，都是无主，没有人要扛起一个责任，他只在那边加一，看说谁会当那个最小的，求天使主告啊！对，没有这种人，没有人是，那你就你为什么不加已经开成的、啊？你都没跟上，其实。不是，我是特别想要买一个东西啊，还要去寻找。对啊，你不是想随便想看，因为那个雪纺纱洋装我也不可能去买啊，你知道吗？我懂，我懂，我懂，大部分都没有。对，可是我很喜欢去逛哎、欸，就是我没有要特别买什么，只是想看说，哎、欸，现在大家在跟风买什么？时下现在流行什么？然后做一个市场调查，然后就看一下，哎、欸，现在大家在买什么这样子？对，可是我不知道运费会不会很贵啦？我觉得每次加运费都破表啊。因为淘宝你需要考虑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运费吧？对啊，毕竟它是在你知道在大陆嘛，然后寄到台湾来，嗯，就是运费一定很贵，是按斤称重的。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按斤称重的话，当然你需要省一点钱，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集运啦。嗯啊、嗯，大家有在使用集运吧？我没用过耶。你们没有用过集运？那我都会趁我亲戚要从大陆回来的时候订啊。我是在大陆的时候。对啊，对啊，对啊，我是在大陆，在大陆实习的时候，在大陆的时候订啊。对，就赶快就加送啊。那就算是他从北京寄过来，对啊，好像也不用那么多。如果我在哪，只要是大陆本就是本地内的都。都还好吧，可以免运啊，衣服都还可以接受，有些还可以免运啊，免運很容易就免运啊，所以你包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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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在大陆当地就可以包邮，对，像我那个背包40块，这么便宜哦、喔，嗯。好像还包邮吧，所以我就对他没有什么怨言。难怪我需要包邮，难怪没有怨言了。螺丝掉了，我修，就我来。我有一次去，应该之前前两年吧，我在上海玩，就是去上海玩的时候，我们就住饭店嘛，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去上海，在那边待了很久，然后我们就疯狂的买淘宝，因为我们是在住饭店嘛，然后我们就每天就看到楼下饭店就会有说有包裹或什么的，然后就是淘宝，然后每次看到他都有点尴尬，因为我们就订了很多东西，又买了，就天天都有，就天天不断有货寄来，你知道吗？也很可怕，对啊，就我搜寻什么东西，他都会。我的个性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如果说它有200笔、500笔，你就会看完，就每一页都看完，然后开分页比价什么，然后开到分页就是就很可怕，对啊，就这样啊，会很恐怖啊，而且它很厉害，不是有功能说你可能会。他说有什么相似款吗？哦，对，而且还真的都是一样的，他们图片都用一样的，我觉得很厉害，是图片竟然可以都用一样的，所以很容易相似款就找到大概20几家都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比，而且他们都可以有那个评，买完之后的评价是在商品当页，它的评价机制非常的对啊完善，完善。可是我们比较多好像是会集中在一个地方，说哦这个东西做怎么样，然后比方说。然后说每个人买的那个 size 不一样嘛，啊、对,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别人大概身高体重，啊、对对对对，然后买的 size 是什么？我觉得这还蛮好用的，参考值还不错。就可以说合身刚好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对对，什么偏大啊什么的。那我觉得他们厉害是那些买家，我觉得买家也很有心哎，他们都会把收到食品的照片剖出来，我觉得实在是太感人了。自己穿的、啊，自己穿的、啊，个人是自己穿的、啊，开箱啊！哎，他们真的很有心哎。对，台湾的不会回去。对，我要是我才不会把它抛上去，拜托，我丢脸死了。他们竟然都好有心哦。嗯。而且我觉得更好笑的是，有些他明明说，哎，图片跟食品没有差多少，他的注解是这样，然后抛那个图片上去，然后我就觉得啊，明明就差很多啊，你在想什么？到底哪里差不了多少？明明就差很多。可以建议淘宝开放一个回复的功能，是不是？暗赞或虚啊，暗赞或虚，这就很夸张啊！明明就差很多，为什么还会说没有差很多？嗯，那时候我想说，那是那个老板自己开的分身，去婉君自己去上网留的吧。我个人是有在淘宝上买过衣服，那种当然是不用说嘛。嗯，那我买过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请政府单位不要查起我哦，盗版哦，买盗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一个盗版的王国，于是我就决定向那边订购，因为台湾基本上现在你很难买到实体的。盗版的东西很少了，台湾几乎没有吧，啊、几乎就看不见了、啊。要他要的话，货源也是在
对岸啊，对啊，所以基本上也是从那边直接，你可以直接从那边批货，对，比较便宜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决定那个时候是买了买什么啊？很多片蓝光的 DVD， 你知道想要蓝光画质比较好，所以蓝光它真的是画质好的、哦，它真的是蓝光的、哦，即使是对对对，即使是盗版的还是不错的。它盗版它就是直接从那个圆盘抠的，所以画质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哦。而且有一些你遇到好的，他会自己帮你加很多字幕啊，哦、什么进去，不错耶，还比官方的那个版本更好哦，好好、哦。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而且是有加弹幕吗？网友的那个评论在上面，我有时候看那个弹幕比看本剧还有趣，他们的批评都很好笑，对他们好好，对，就弹幕起弹幕。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价钱真的也是差非常多，嗯，就正版一片大概至少可能也需要大概六七百八九百这样子，一定的、啊，那盗版的话就是一片大概就是30元，对，超便宜的，哦、对、嗯，所以这当然是，也不是说当然是买盗版，我是买盗版，这是我决定以身试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我那时候好像是买六人行的，就是全套、哦、全套吗？对，我在想说这样蛮划算的、啊嗯，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一个卖家，因为那个因为淘宝它其实过滤比还蛮严格的，哦、真的、哦，所以很多时候你是早上把它收入我的宝贝、嗯，然后晚上它就消失了，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啊、哦！对，你都要自己去跟那个卖家索取目录，你知道吗？哇，私下可以再私下再联络就对了，对对对、欸，好酷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问了很久，然后终于问到说有一家在卖。六人行的全套，然后非常好，就马上下定。然后下定之后是隔了蛮久吧、嗯，然后就送过来。然后送过来之后，就兴高采烈的，就是、嗯、去看了。嗯，结果就是看到一半，发现片子卡住了，卡住了，什么意思？停顿了！天哪！我就一直想说那个，你知道，我把停格、哦、时间轴往后拉拉拉，然后说嗯，它就是宕机，它没有任何反应。天哪！我想到只有这片而已。然后就再换另外一 片、嗯、片，结果另外一片好像、嗯、也是拉不动。天哪！所以是只要那一片之后都不行了，是不是？就是有几集，就是一、哦、有几集一片里面有很多集嘛，嗯、就是可能后面两集你可能就看不到，就要独立失败。哇塞！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嗯，重点是我在订的当下，嗯，然后我发现那时候法国的 Amazon 好像在特价。就是正版价钱跟盗版，就是现在差了两三百，所以我就所以因为两三百的关系，所以错失买正版的机会，没有错，所以我就、oh. 嗯，就一边傻眼，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赶快就去阿里巴巴上面再跟他洽谈，跟他告状，对对， oh. 我那个无法读取，结果他就说。他解决的还蛮有诚意，对，因为有些很多都是做完声音就不管啦、啊。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怕复评吧，我觉得，对他们那个会怕复评，就是顺利的退货成功。哇、哦，你很厉害耶、哦，你还会退货？淘宝小天使，淘宝小天使，台湾区，你怎么退货啊？再寄回去？对啊，就是再寄回去、啊。那邮寄费的邮资是谁付？邮资的部分，他应该是有 cover 吧，他 cover 哦，这么好，他帮你 cover， 因为毕竟是他的片子有问题啊。那怎么会的？那好的，好厉害哦。他的钱是怎么退给你？退他应该是退到支付宝上。对对对，那你有支付宝哎、欸嗯？对啊，你有支付宝，我觉得你好厉害哦。那我可以请你付款。我也在想这事情，请付款，代买代买。你为什么会有支付宝啊？不是，可是我支付宝现在里面也只有那一笔钱而已啊。你也没办法再哎，是要怎么再加？怎么再加？无法吧？无法再加值？为什么？怎么？那你当初是怎么申请的？因为是信用卡号吗？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开吧？对啊，可是你不能存钱存进去啊。大陆那边可以存钱存进去，台湾那边不能、啊。台湾那边对啊对啊，所以你是怎么里面怎么有钱的？他退给我的钱吗？就那一笔小哦，你当初付钱是就是可以用那个啊，有很多有些代购的网站啊，所以是用代买，那你不用再额外付一笔代买的钱。代买的话应该是算那个汇率可能就没有这么好大家、啊、先代买再集运对呀、啊、好厉害哦我也不愿意我觉得好麻烦、哦、这条路太长都是请亲戚买然后再亲戚带回来整个就是个靠亲戚啊我就没有亲戚啊我有亲戚我也会觉得走这条路然后原来靠自己比较厉害、嗯、所以你现在支付宝里面就只有他退给你的那些邮资的费用对50块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因为我也再也存不进去了、哦、了解了嗯他那买那个很特别，他是送我一个
中国的娃娃啊，好像是我一个王昭君吧，是一个王昭君，你也太酷了吧。他就挑了一个具有中国意义的礼物，然后一个小玩偶，然后类似昆具啊那种，哎，昆具的那种画法，然后送了一个王昭君，还蛮可爱的耶。他们有一个亚克力合照，所以他们有送附送礼物的这个习惯，就对，欸、有，因为我之前也是买了一个，那就是我买了一些也是内裤，就是便宜的，然后想说。然后就一起送来，结果他好像也是说，哎，就是什么恭贺台湾的朋友啊，所以教很多做点人情，蛮会做人情的，对，还不错、啊。他就送了一个是他们那边特产的，什么我忘记是笋干还是什么之类的笋干，这么土产的东西吗？好有趣哦！伴手礼的概念，伴手礼就是你说随机都会附赠一些奇怪的小礼物，就是发夹啊，那个有啊，我也有收过啊，那个好像那个好像还蛮常有的普通的东西，笋干太酷了、啊。对，可是我最后可能就是把它丢掉吧。Sorry， 不敢吃吧、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啦。我觉得应该说支付宝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解决，就出的钱。对啊，他要解决就是怎么充值支付宝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还有结论吧？可能应该会越来越红啊。下载他的 app， 可以，对啊，他有 app 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台湾的一些网购的一些产品的来源啊，感觉也就是直接从大陆那边进货啊，然后直接再转卖啊。对啊，看你是要便宜还是要说就是支持台湾的这些。店家啦，对啦，对啦，我们要还是要支持店家一下哦，就是直接贪小便宜，对，重复一心，是人性呢。我比较好奇的是，竟然因为我一直以为淘宝进来之后，台湾的网拍会有很大的变化，哎，界面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因为，可是我觉得我用惯台湾的网购界面，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淘宝的。可是你有那个阿里巴巴啊，可以马上回哦，线上回、啊，马上线上回是不是。台湾就没有这种哦、可能东西太多，所以对东西太多了。它版面我觉得其实有点乱。其实我以前蛮喜欢雅虎，就是拍卖它的版面这样子，因为他们拍卖他们店家，就比如说你看中了几个商品，然后你觉得哎、这几个商品都是那一个店家的，你会想点进去看那个店家还有哪些东西嘛？台湾的店家的优势在于他们的店家的自己的页面版面，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对对，看起来比较好浏览的、啊，然后还会有一些设计感，我觉得啦，就是台湾店家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页面是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台湾是靠个人，对，靠各个店家自己的页面做的，我觉得还可以。那你去看淘宝，他们你点进去看，你想看逛这个店家，我觉得很难逛、欸， 就我觉得他页面好乱哦、我只想在这家店家买还待不久，你知道吗？就觉得哇，你东西我知道你的东西很多，可是都乱七八糟，然后就是装潢不好，对，就是感觉你装潢不好的感觉，就是一个逛装潢的感觉。对，不只是实体，你的虚拟的也要有一个装潢的概念在里面。对啊，我是觉得这方面是可以再加强。对，如果有在使用淘宝的这些卖家们听到了吗？我们心声了吗？来自于弯弯的小建议。地方的网购淘宝的部分嘛、就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去探索的部分啦，我想，然后也就希望台湾的这些网拍的业者们可以就是更思长进一点，就是可以去想一些，或是一些初期，就是你不一定要走跟淘宝一样的风格啊，对啊，你不一定要最便宜，不要走平价风啊，可是你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区隔，像是我最近知道很红的那个网平台就是那个 Pinkoi。Pinkoi 就专门卖一些比较文青类的东西啊，可是 Pinkoi 太贵了，还是要讲一下，东西很漂亮，但是真的有点贵。好啦，所以就是不错、啊、算是有做出一些市场区隔的概念。对啊，我们是要建议他们多多开发吗？对啦，就是你知道这个商机还是无限啦，我觉得网购的网购商机无限，真的，对，就看大家要怎么样子去运用了。是，对，今天我们的这个淘宝的分享大概就到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是的，这个阶段放什么歌呢，就是 Daisy May 的 Sofa 这首歌曲。那听到 Sofa 沙发这个歌名，相信你应该已经觉得哇，有种非常像躺在沙发上慵懒很舒服的感觉哦。没有错，这首歌曲就带有这样子的爵士的风情。听完这首歌曲不要忘记锁定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青春藤解析英语哦。而且呢，希望大家如果听得开心的话，一样请你上网帮我们按个赞，上网搜寻青春爱消遣，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The days are real, I'm a dating game. The expectation
hot springs and cooking curry on. For you, it's so.